啥人？我今晚上多了，弄两个本来就成绿。弄两个要成绿了，不然吧我以后。我自己得弄上三五块钱。好烫啊！嗯。弄两个本上的，你就是啥人家不起？二十三块钱一斤，十斤就得二百三。我感觉我们多要点少点的，这个烂上的。这么大的，二十三不是一个门子，也差不多值了。值了吗？怎么就着的？这么大的大了吗？老爷子在家里待着，墨镜好搞笑呀。老妈眼睛不好，老妈眼睛有点流眼泪。等我们忙完了带她去，她儿子要带她去看一下。我没得空啊。这个门子。你俩吃龙虾了是吧？老妈做好吃的了。这天我弟媳做的，老妈也帮忙的。今天我弟媳煮，我妈帮煮。枪没有。我还以为是录播了，就还吃了。这个房间里一人忙着看煮，放着吃吧。因为我们睡觉睡得晚，起来的比较晚，所以吃饭也比较晚。睡得比较晚，起得比较早。可能是因为你们来像算命的来打扰。啊？像算命的。是我。怎么还没打下你？江湖，人家还是江湖修复了。江湖术士，坑蒙拐骗。这次去上海回来，一定在那里看看。好烫啊！嗯，啊，那是的啊，我把这张花不一样。我又回来了，欢迎大家再次来的朋友点点赞，好不好？痛风能吃肉，他没吃，我爸没吃，我们吃的。你看我爸一个都没吐。痛风是我痛风。痛风是我弟。龙虾没吃吧？海鲜不能吃，冲锋。没有，它就是轻微的搭一点边，它算。我也没记嘴，我要三亚的海鲜吃少啊。他也没记嘴，他可能没那么严重，严重的话就是。不同一家嘴巴像爸爸，对对，我们一家嘴巴都像爸爸，不管就我像爸爸，就我像我爸，其他都没像。保重一些。行，老爸爸对龙虾，今天好心疼。我还打个火后呢，我今天顺便开了一下，这人我喝打个火后，好恶心啊！水瓶子春节有感觉，这个喝，快去一下，我想试一下。那就人像谁呀？人家老妈，你最像老妈的，我爱你姐姐老妈，把你搁弄上，很棒，还要抹的哦，来上那抹的。多少吧？疫情优秀的儿子，多少？都没来。优秀吧？感觉说这句话，感觉像埋汰我一样。这疫情优秀的，下一个。妈，哎，我也没录上去。啊，咋回事？我注意了一天呢。没录上去呢，全是油啊！我看看你，那黑衣服没事，你看我被打中了，还是被刀。哈哈哈！刀中了。老刀我，这老刀，我接着收去嘛。刀刀，不给他吃。妈，你刀给我，你刀给他。全是油。你刀给你，别刀给两个钱，几刀是来的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好贵，老汉呀，对。老汉呀。嗯。西班牙的之前我也说了哈。妈刀我。妈，那学的时候他是这么说话的。小。妈，你还会眉毛粗高里的本呀？你眉毛专业的了。妈，这眼睛也没弄那个啊，估计眉毛已经拆掉了。啊，马山龙我天哪！我天，哎呀，小时候，多少钱呀？二年的欧宝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你吃那么多肉？龙弟吃龙虾痛风，痛风可以吃龙虾，不能吃龙虾。人好了，他痛风好了，他说的。我爸眼睛有点流眼泪，所以他戴着眼镜。见风流泪。我爸那个，我爸以前那个不是那个叫那个眼睛和脸不是斜了吗？然后就容易流眼泪。直播效果啊，不要介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还其他奶茶，奶茶，你讨厌醉，说到郭嘉，我们都想看到千羽，是不是？明天让龙顺发视频，让你们看看千羽好不好？对对对对，你马上的话，
联系我就好了，联系我。你看你把我关关。我等一下，晚一点给你们整理。我现在整理，我昨天晚上已经整理了。昨天晚上应该整理了有几百个，今天全部发走了，然后今天晚上再整理。你们如果买了那个完美和小金针的话，就直接给我发截图，然后地址电话发给我，然后我晚上头一个给你们整理，然后明天给你们发。对，我发过去。生羊羊粉了呀？最后一个人说一下。我们上次播的时候说浏览的时候，这个观众人没收到杯子。这样分好？没分好，违规提醒。哦。但是挂了东西在里面是吧？挂东西没有？你这是定向引流啊？因为你讲的里面你那个怎么的？嗯，对。啊啊啊！我说的吗？没有。没人回复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回复，因为是我一个人在弄，因为人弄多容易乱。我有十三。那好多三也是好多的。哎，吃。抓紧吧，没办法。那没啥的，那就撕了。我洗个手，我洗个手，都是用手，对，都是在用手，方便嘛，用手。打我了。我们就那股劲儿，我们自己啊，好气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好气，好气呀、啊，是不是？看到了，哎呦，哇，你跑牛了。最后一个，哇，真的最后一个，哎，还有一个，这才是最后一个。妹妹，咋呀？那个喝酒了，我吃点那个话梅花糖那个。我吃你吃饭了。突然又没人吃饭呀？今天还吃麻烦，要是再就找个啥了，找个那个汤了。啥了？炖豆腐。嗯。哎呀，没啥了，嫂，两个可能没有。你倒放热水，炖豆腐。够的没有啊？够的，那个会噎死的。这个是个纸吗？这个时间已经会浪费掉了，知道吧？关机纸啊！今天龙虾肉的好吃肉，我吃了一个不认。没有了啊！啊！不提了，这个垃圾不捡，我一整这一个人家，夸夸夸夸，一个人干完。镜像的问题，对镜像，因为我脸对着你们，所以这个是你们看我这个方向，不要去动镜像。我们是这样看我手机的，对不起，这个是不是镜像？没见我舅母子吃啊，我舅母做饭呢，在这吃呢，一直在吃。镜头有点小，他舅母子。叔叔眼睛有点流，我爸眼睛有点流泪，可以看。我爸把眼睛拿下来给你们看一下。我把眼睛。你们讲这样的，这么写的。三天流汗，他别用手擦，别用纸擦。我打着，亲，我这不打着，还不说你的吗？打着，打着。你妈老在那老老老滚着他眼睛不舒服，带着呗。不是麻烦的，出来打球的也不中。沙眼不是他之前不是那个嘴巴歪了吗？眼睛中风的。我爸以前不是中风吗？然后也没好利索，然后那个面瘫，然后就有点流泪，戴个眼镜要舒服一点。回家可以手术吗？啊，吃饱了。手术能好吗？我弟说等他忙完了，要带他带我爸去看一下。然后我密码签了，到时候联系我。联系我的不要着急，我晚上统一给大家回复，好不好啊？得了啊。沙眼很难受，可以建议治本的。对，可以给他，我们上次买了个叶黄素，可以给他吃，就那种那种的，就是越橘，越橘，就那个给他吃。越橘。二姐往边上坐点，把小麦的位置留。吃饱了。我在吃点生菜。哎呀，这筷子全被那个小龙虾搞上了。吃点生菜，不要吃不？我在这边吃。奶茶怎么联系？这点上我的头像，旁边就给我发消息就可以了。联系我的不要着急，我等会晚一点给你们一一通过。我现在因为在直播，因为这个事情我自己一个人的，龙岩人弄得多就容易乱，所以就是我一个人弄的，所以你们不要着急，好不好？面瘫，我爸之前面瘫，现在看好了，现在好多了。安利要不要？我饭多了怎么办？买安利要不要？来，给你。我这装的起了。不要烦，不要弄点，买八个要不要？可以。青菜多少钱？一斤200。上次买的完美小金针面膜，小金针就是精华呀，小金针就是一个精华，你就用了水过后用小金针。我刚刚说他雨了嘛，我也是面瘫，做针灸，我爸做针灸，我爸做过好多好多了，现在已经差不多好了，就是留下一些后遗症，后遗症就是面瘫留下一些后遗症，继续针灸啊，我爸就针灸针过来的是吧？我爸也是针灸的。先吃饭，吃完饭给你们高歌两曲。龙千羽在没别的，一家都歌星，一家都是歌星。
把心情又在那个老脸那广场我在那个挺好的好玩的。是吧？他们也不收钱，大哥，就是折磨人。可以，我堂弟一直有眼泪，好像鼻涕一样，转撅着。他连让我爸、让我弟他们去看看，我爸正在去看看，我爸折得很，总是说看看不好了，不管。其实可以去看看。叫。人家你咱们家就好很了。人家带着我不吹风就好很多，是吧？人家你拿着别收楼，那赶紧找找我出门让我带。你还要吃吗？老王比在工地上胖一点的哦，差不多吧，胖了二斤呢，我胖20斤呢。想啊，儿子还行。看看千羽宝贝的事情，明天要给哥发。欢迎大家，大家进来帮我点点赞好不好？都帮我点点赞，哥呀。现在跟你们唠唠嗑。对呀。煮了半个，哎，临摹半工。一个中午刚吃，开播的时候刚刚才吃。香米还是可挺难的哈，吃饭也中晚了啊，所以就买了一个流失。吃饭有点晚。筷子换一下难吃，这就得我们是右撇子人聪明。那么正常情况下，我就这是镜下。我不承认我聪明，是不是？儿女都过得幸福美满，老王心宽体胖了，老王是吗？啊，对对对对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干的会，俺们求学生，我喜欢幸福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叫风水轮流转。在5年前的时候，我爸妈是过得最痛，整个村上过得最辛苦的两个老年人，为儿女操心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没想到，这5年以后，哦。这个中国来了，对，转过来了。三年合同中黄西嘛，因为5、6年前大家都在离婚，所以大家都很痛苦。不是的，现在又结了婚了。不是的，那以前我们幸福不是男的，不是了，我以前我们喊着小，以前喊小，离婚的时候没啥见不得人呢。我们不哭怎么办啊？喊着嘛不能哭，结果喊着长大了喊着哭，我们也不能哭了。你们岁数大了，我刚吃完，现在躺在床上看你们吃饭，对，这叫先苦后甜。对对对，要直播间的姐妹们，有的时候你们可能眼前的生活会很苦，但是你要总会过去，对，总会过去的，努力往前看，对，你的生活还是会慢慢会变好的。这个就拉黑住呢，是的，就是这样。小弟，那我们家里小弟也没落在哪头的，他看见你。时刻忘记我们不养他老，不是的，不拿你不行啊！你那小时候那么个的要钱哪里的都，那不要哪个三六的呢？十个在，这个管着的，我妈管着，保险送的，收啊！妈管绣花床送的，人家一波零三岁，人家给的，哦，100零三岁给他买啊！我有零三岁啊！啊，我拿宝，不是的，那我都拿这个碗送一点，真的啊！人家过的，男的女的？女的，她老公在吗？在，两口子100多岁，享福了。不得不在上坡了。我爸都60几，67了吧？67。对，我爸都六十几了。这里还有这样的人呢？妈，我是这口子都。我爸跟我婆婆一样，这叫真家有一宝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了，这个。嗯，还享福，这个年纪还在干。这个年纪如果还在为儿女而操心还奋斗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儿女真的。没办法，老人嘛，就要到老了就得安享晚年，是不是？不管是有钱还是没钱，不能这样老人替我们担忧了。就吃起来滑滑的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他们不是左撇子，是因为镜像的问题。奶茶，我跟你一样，原价四川前卫，是不是？前卫好地方啊，花了毛。看到美好的生活，生活都是那种屎的娼。不要抱怨这个社会，我觉得这娼上就是啥哦。只要你努力，就好像那个郭有才一样的，不要抱怨这个社会，人家一努力，你看看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对不对？要不不可以，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，一鸣惊人。对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想想，一个普通人还接不住这波流量，给我们都接不住，给我们都接不住，还吓死了。人家是真的努力了，对不对？是个准备的，不看准备哪天爆好不好？给我们还不行呢，我们接不住。
这男的没给我关注的点点关注。属于有两种嘛，他一个是吗？就像中亚一个管一个保险。其实我觉得老人比较身体允许稍微多一点，对，像我爸妈在家里就干一些农活。就相当于锻炼身体，所以叫我爸爸去城里生活，他还不干，就在家里就是，对，就在家里干干农活。因为我们家里还有多少亩地啊？六亩，还有六亩地，就我爸妈两个在家里搞搞。你领导都在城里。对，这样田也没有丢下来，而且他们也不适当的锻炼一下身体。我妈没事还带小花船。管家。所以说现在我妈带小花船，我们都不说她了，为啥？还有我的波妈。这么大年龄能跳得动吗？其实还可以，是不是？我那么久就那么好吃的小蛋粥嘛，啊，他那个包了包子那个脸上糖粥嘛，你可以啊，你种的，你也不是也不是熟，也不是熟白头的，还有熟的，在那里涂药。我母子可以是石头蛋，我们跟老人没有矛盾，说石头蛋，跟老人的。哦，伯母子可是石头蛋啊，这种关系在直播间聊不太好。我都不知道，过去的事情我们就过去了，不聊了吧。对，过去的又在直播间聊不好，不聊别人家的家里，你这样说让人家不难堪嘛，对不对？算了算了。嗯，他挺主持人还。郭有才这孩子以前，对啊，郭有对，他很努力。所以人家一下子火了，人家在接触流量，所以有的时候这是真的。你要不要他？不要抱怨这个社会。要不要他？普通的。我不要他。普天的。都。是的。哎呀，我敢直播间，我扔下来吧，来，妈的过来吧。我不抽了。我是个脸盲，也是。他大不了，就要撑得累累。老妈，你刷碗，拜拜。老妈，你洗碗啊，老妈。嗯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这就是回家，束缚奉陪，对，妥妥的母爱。叶子教育得很好，是吧？像孩子我也没咋教育，就正常的。有一句话叫身教胜于言教吧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可以插上这个。现在的孩子，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长说话，他不一定得听。可以插上声卡呗。声卡，来一首啊。嗯。来一首大不了。大家要听吗？李子昂的近况，李子昂近况上班呀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母子两个不太熟。他给我，他发，我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发工资，给我转了2000块钱，我都不知道，然后给退回去了。退回去之后我才知道，嗯，反正母子俩不太熟，他也不了解我的近况，我也不了解他的近况。他连发工资给我转钱，我都忘记领了，就这样。特别喜欢奶茶，拿得起放得下，对。辞职了？没辞。我能过去把他给扁的，从圆的扁成方的，都敢辞职他，真是的。好不容易拉个脸给他找个工作，他辞职，还不抱着他一下？是的，那不得使劲给他揉搓捏圆才搓。你要求挺严的，真没有辞职。看真辞职了，奶茶大姐，他没更新视频，昨天刚买的，就是有点轻，目前到他手里好轻，就为了面子上好看，然后买了6000块钱，6000多一点。大家伸出小手给我点点赞，谢谢飞飞在家，飞飞应该就换衣服去了。大家给我点，王一涵那天拍视频说想辞职的，哦，想啊，想就是还没辞。这两孩子一天天跟干啥似的。这手链好看是不是？估计是房租要到期了，估计是想出来自己创业。然后呢？我估计是有这想法。没有辞吧？但辞没辞了？但是我给我儿子留言了，我让他好好干，别想着一天还去创业啥的。哎，创业挺好的，孩子有思想，他需要社会的沉淀，是吧？嗯，那就不着急。他社会经验才多少啊？谢谢大家，大家没有关注的给我点点关注。里面怎么老断更呢？因为他没时间剪，还没剪好。拍视频有的时候啊，哎，搂不来搂啊！我去，你穿个衣服麻烦你。大胖子，对，没关注的点个关注。没有辞职，可能是想创业，但是父母可能还小，他们还需要在社会的锻炼一下，对不对？他还需要沉淀一下。你们要唱歌吗？大家伸出发财的小小给我点点赞，谢谢。这衣服好看，说你的衣服好看。我的妈，白兔，白又白，两只耳朵竖起来。我最近不是练了个洛言了吗？练我也看到了，别辞职，是不是？特别是男孩子一定要上班，莫，对不对？是的，还回来摆摊。我们这成果能给他从南头追到北头，还摆摊？摆摊不能到我们这个地方小地方来摆，要大城市摆。大城市就大城市的那个摆，就我们在广州吃了个夜市，从那个路口那么好的生意，然后脸到一个小地巷子。去菏泽摆。
咱去菏泽摆着啊。这啥穿这套衣服好看，真的吗？你不高跟鞋试给我过一下，可能高一点会更好看。高跟鞋再试一下，换一个高跟鞋，再使得有气质一点点。漂亮，对对，穿个高跟鞋，你看到没？哇、哦，这气质这不就出来了吗？这是还在搁哪买？抖音上买的呀。这不是这个是我把声卡给他插，这个是我自己后搭上去的。这哪来的？都就这。啊，你就要读一句。看到没？穿个高跟鞋是不是更好看一点点？是不是啊？穿个高跟鞋。好热、哦。没刚吃完饭，跟你喝的汤我都不热。我喝不热，你喝的汤水。是不是这样要好一点？是不是的？现在的孩子真的让人操心，对。一天扒着一个心眼子。链接吗？这个是我逛街在外面买的，这种衣服比较挑人，没有链接嘞。是我在外面买的，老是穿 T 恤也想改改风格嘛，对不对？气质上来了，对，气那必须的，这气质。拿捏拿捏。哎，你还有包吗？哇，这包有点重啊。我大姐。巧人。哎呀，我的气质上来了，我必须上来了。胖是不是？跟妈妈体型一样，胖了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这个社会上胖的人多了，你爸我就是相当于把这个社会上胖的人都骂了一遍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性格真好，是不是？我知道我是不记仇的人。抖音哪个直播间买的？